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至十四节中，我们的主耶稣这样说道：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地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是你的羊，有时候会不听话，会软弱小信，会被诱惑，有时候会迷失，会把你遗忘。即便我们是如此的不堪，你却没有离弃我们，你还会来找寻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救赎我们。就算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我们对你的感谢和赞美。求你继续鉴察我们，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，清洁我们的污秽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圣灵充满我们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荣耀能力，已完了。